还有很多事要做。统御之盔毁灭后，天谴军团再也不受控制，他们恐怕会群起作乱。的确，当中的强者已经开始争夺掌控权，就像君主驾崩，军阀群起征战。我们不能放任他们，重新掌握权力并集结部队。暗刃骑士团仍需保持戒备。我们会的，就算艾泽拉斯无法真正彻底铲除天谴军团，至少能控制灾害，我向你保证。冰冠城塞依然是黑暗力量的汇聚之处，绝对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。或许我应该回去。不，博瓦尔，就让冰封王座空着吧。暗刃骑士团会代替你守住冰冠城塞。泰利亚需要他父亲。达瑞安，谢谢你。很奇怪，对吗？我们一生都为他人奉献，如今直接面对了死亡，但我们还是觉得有义务服侍他人。有时最大的奉献，就是在身边支持需要我们的人。我们来日再见，大领主。